节目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帮帮手，将我条片啊点赞，跟住咧长按三秒强烈推荐，同埋啊最紧要留言，同埋将我呢条视频转发开去，让更多人啊知道香港嘅正能量。啊哇，今日咧落到街咧，就发觉咧，哇，耳目一新啊！因为咧喺我屋企附近咧，已经系布满晒咧一啲咧，庆祝国庆73周年啊嘅一啲咧嘅标语同埋咧一啲海报啊。咁啊，今年同过往三年咧有啲咩唔同咧？因为通常咧身历其中啊，一日都见到咧市面上啊，就越嚟越咧，我哋讲国庆啊回归嘅气氛咧越嚟越好，装饰越嚟越浓烈啊！我哋咧可以啊，大声理直气壮咁说爱国啊！咁啊喺度咧祝祖国生日快乐，咁同埋咧通常咧都会咧去为大家送上一啲咧我哋叫花絮啊，即系话有几咁浓烈啦！咁啊视频展现俾大家睇。哇哦，不错呀！通常咧，而家咧就路经啊皇后像广场，咁咧今日咧就有一个咧巨型嘅天灯，咁当然啦，乜嘢时候最靓咧？梗系晚上嘅时候咧嚟影相打卡咧就最靓噶啦！祝福你，亲爱的祖国，愿你永远强大，永远富强。点解通常咧话咧气氛越嚟越好咧？大家睇下，可能嘅时间咧有好多咧就系贺国庆嘅我哋叫科技性嘅标语，佢哋都有一啲咧我哋叫传统嘅标语咧，亦都有啊。大家话啊，喂，系咪中环先系啊？其实唔系啊，其实咧好多地方咧通常咧都循序渐进咁啊。亦都啱啱经过一个地方俾大家睇下嗱。传统嘅下一路延续落去都系啊！嗱，个范围咧，其实咧亦都唔少嘅，咁啊，大家睇下，一路行啲前啊，都有啲啊，各方面嘅表现啦。一路行，大家見到啊，即係好多內地嘅朋友啊，都話咧，哇，通常哇，好似比回歸咧仲更加濃烈我嘅氣氛。咁冇錯啊，的而且確係啊。嗱，咁啊，啱啱咧就行過一個咧，我哋叫老地方。哇，今年咧呢、這個老地方咧，亦都係一樣去鋪咗一個好大型嘅標語啊，即係慶祝咧，即係祖國成立73周年。每逢咧過時過節咧，通常咧高 Sir 咧都會介紹咧中環街市，因為咧好多打卡點咧俾大家咧打下卡。嚟到中環街市啦，一定要上一樓打翻張卡啊，因為咧真係非常之靚嘅。咁當然啦，喺樓下咧大家可以見到啊，側邊咧就有一啲咧我哋叫咖啡店啊，咁大家咧真系可以咧名正言顺坐喺度饮杯咖啡，跟住咧一路欣赏我哋嘅国旗同埋区旗咧系何等美丽啊！去一齐咧贺国庆，我放张卡先。愿你永远强大，永远富强。让我们一起祝福祖国生日快乐。嗱，咁啊，高 Sir 咧，呢一站咧就嚟到咧湾仔嘅理工街啦。咁啊，理工街啦，过时过节一定咧会有一啲咧好浓烈嘅气氛。咁佢有个好大嘅特色咧，就系话国庆回归啊，佢呢啲咧就会扫嗰个国旗区徽。咁另外啦，就係話平時咧都有啲大紅燈高高掛，感受我哋中國嘅。咁所以啦，特別係夜晚黑啊，好多人士咧都會嚟到打卡嘅。咁所以啦，高 Sir 啊，亦都咧大力推介理東街。嗱，其實咧每逢咧國慶回歸咧行理東街呢度咧，真係咧正到飛起啊！係啦，氣氛一流，無論咧你朝頭早好、晏晝好、夜晚好，咁咧。總會咧就揾到好多好多好多咧一啲嘅打卡位嘅，咁啊，所以啦，通常咧
都極力向大家咧去推薦啊彌敦街呢個咧咁好嘅打卡嘅地點啦。哇！嗱，大家睇下氣氛係咪好正咧？係啦，晚上更加正啊！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！祖国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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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十三岁生日，衷心的祝愿您生日快乐，永远繁荣富强。高 Sir 咧祝贺啊！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，生日快乐！祖国越嚟越富强，越嚟越繁荣昌盛，早日啊去实现咧我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祖国的73岁生日，衷心的祝愿您生日快乐，永远繁荣富强。